嗨，大家好，又是我壮壮了。今天母亲，大家还好吗？今天我打扮可以吗？今天是第一次与实习单位湖南卫视参加活动，臭美点儿。我在那边实习是湖南卫视国际频道，所以见不到明星的。上一期视频，谁在评论区给我画大饼，你们出来。还有谁说什么可能是某一天佳佳会出现在节目里，在电视里，我的妈，一起去签招工去，服了。今天去参加活动那边国际频道也给我们安排了三辆车来顺便接我们。现在才七点半，不到八点。到了，太早了吧。不知道今天带你们去，然后能拍下来什么。反正大家陪着壮壮吧。我同学跟我说今天是拍节目的，而是拍节目不能拍，因为那边湖南卫视的版权问题吧。咋办？我看着办吧。车来了。是养老金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今天只是参观活动吗？还是拍什么节目吗？也拍节目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你具体要问那个我们那个刘文吗？刘文。啊？什么？就是有没有拍什么？今天我们先去参观，参观还有采访。参观还有采访。来，这个你拍点东西的，好像他们在里面吗？雷锋，几年广吧？拍的是我。就南大学，国际教育学院。已经到达目的地，雷锋纪念馆。40-50分钟坐车。那边是雷锋同志的雕像。姐，你听过你听说过学习雷锋好榜样吗？听过。做了功课。带你们去了解中国全民的偶像雷锋。这集视频我只能拍自己为主，不能拍其他的。所以Hello 黄鱼。我叫来性格论。生日快乐，明天。礼物，哎，喜欢什么礼物？小孩子棒棒糖。你想什么？礼物我都喜欢。哎呦，会说话。刚刚是雷锋几位亲人去世的原因介绍。祖父雷欣廷的话呢，而下方展柜的话呢，摆放的是雷锋故居的模型，依据雷锋故居的原址原貌图所制作完成的，一共是有3间屋子。这是雷锋故居的一个缩小版，展现国家三景文物雷锋所使用过的蚊帐、棉絮等一些生活物具，也是南方因为多雨水，斗笠、蓑衣和下方的这个是木屐、雨鞋，起到一个垫高防水的作用。还是得坐两个人才能容纳得下这么多学生。这就
可以很好，很标准，很标准。那么挺美好的，可是真正的青春却属于这些永远追不上的人，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。很好，很好，他这个也是用了三分句式的一个对。30米这样一个距离，把它做成一个保护的范围。然后这一口塘的话呢，也是原本就有的，在我们湖南这种江南的区的。参观完了，现在那边几个同学在接受采访。看看在里面我也不能拍太多，因为那个版权问题的嘛。今天我也了解到你们的雷锋叔叔了，是一个人民好人做好事，也像我们的一个英雄小英雄青铜一样越南也有，也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。今天学到雷锋精神，做好事不留名。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好事或者做出什么成绩，但是今天早上给你们看，就今天早上今天是第一次和实习单位去参加活动，然后本来要带学生证嘛，早上起来打扮臭美，气气茫茫，然后就带了这个，我就感觉自己没出息了，还能做什么好事啊，好人好事。哎呦喂，有些人虽然走了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采访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那个灯好不好？快跑吧，哥！Hello， 大家好。又是我壮壮啦！今天不见大家还好吗？都冷风了，都冷风了，他们。